Hi everyone, this is Black White Girl, playing her cousin's account BC her, cousin told her to. I keep forgetting she has, Wanderer.叫你跟着，怒放滔天。纳维莱特，我们来了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呀？啊，你，是我派人请，反正我们已经，我确实有事情，事情是这样。嗯，我听说他原，我真诚建议你。 直接回绝他。他的目的想来你也应该清楚，估计和之前公子我们在本土，我认为在我们可以给出合理解释，并讨论决定好应对预案。不，不是的。嗯，你看，那个本来就是我们理亏，一直拖着不见面的话，就像两个炮。尽管枫丹羽制动的外交，啊，更何况在情报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。 况且，我不得不说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要？你居然不来的吗？不，这可不行，我不能一个人去，你一定要陪我一起，我肯定要带上你的。福宁娜女士，
莫非这件事中？没有没有，你看，我可是枫丹的水神大人，魔神名福卡洛斯，受众人喜爱与敬仰的正义之神，所以这件事。虽说也的确称得上，您也应该是这么想的吧，弗尼娜小姐。弗尼娜大人。哦，没错，正如你所说，纳维莱特先生。你好。首先，我要向二位道谢。碧卢之家的孩子总是容易受到误解，我只是想说，枫丹近些年局势，这真是非常值。你应该是为了如你所说，同样身为至东的外交使节，也同样作为愚人众的执行官，我与公子在枫丹发生，而现在我代理人的规则直接了，那么不需要你们移交，总不会连这点梅洛彼得堡一直以来都是自治状态，如果你无论如仆人这么快，那时候我们甚至都还不知道。我还注意，难道说如果是这样的啊，其实这件事情还有一个目前还不清，梅洛彼得堡考虑到你们，那你之前这也是当时仆人看起来，也就是说这首先其次梅洛彼得也不能如此粗，因为最初在梅洛彼得堡看似监狱，不，我们只会派遣，所以说我与那怪不得。没错，那么由衷的感谢二位，等你们准备好准备，也许你们可以好。对啊，那个请你们放心，不论成果如何。要走了吗？顺便把这俯瞰凡尘，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，风达不要谢谢。纳维莱特送的蛋糕确实是很，说起来我们自从来到枫丹，结果到我听到了什么，是新闻的味道，味道是用尝的不是听的。别提了，约了一起案件的目击者来这，冷静冷静，身为记者这也是常有的事，
只要在丛里，我们可还听着呢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哪有的事？我们这次只是为了去……啊，糟了，差点忘记那位莱特叔要保密的事了。啊？哦。啊！原来我做过这么严重……对不起，我这么看的话，也的确不是什么大新闻了，有点失望。哎，这个可能……没那么复杂了。他在封丹，再加上没落彼得堡，如果能成，话是这么说，当然也不能白白麻烦你们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成家成家，菜应该也快上了吧？哎，等等，你们点了这么多吗？没什么遗憾了，可以上路了。啊，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很不吉利？这你也要？那位莱特，我们准备好。你们果然如约来了。没错，这里就是从伊利耶岛进入梅洛彼得堡的唯一入口。当心。依靠水与人，不过放心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也听说。是的，公爵不常离开梅洛彼得堡，那么私人聊天。放心吧。我来了，那位莱特大人。才不会逃吧！二位请跟我来吧。就已经是在海里了吗？原来在枫丹成为犯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呀。你们好像心情还不错嘛，很少见到像你们这样乐观的犯人了。
Yay, that's all. Bye.